主料、面粉、辅料、盐适量，面粉放入适量的盐，揉成光滑的面团醒发待用。擀片切条可以切得再细点，这样称的也细，只是太长。水开了可以称面入锅，这样的面好熟，不用长时间的煮。最后一根下锅烧脚就可以出锅了。出锅的面过冷水控擀，拌入熟油或香油，待下次吃烧过热水放自己喜欢的汤或炸酱就可以开吃了。老公喜欢清汤的，所以做了这碗既简单又劲道的一碗汤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